来到这里做饭，到这里每个都会从外销回，这边卤红和洗肉。你这人啊，这条路上上啊，你最近的乌白破，会破到规身躯啊！没事啦，你真的受气要创啥？我受气要创啥？这水太高，水唔通破伫个涂骹，你是要看到人来哩？我才刚是破伫个涂骹，忘掉啊！啊，我破的时阵哦，你着带我好故意，难怪唔是超故意的啊嘛！啊，你问我故意来有你破的吗？哦，我本来想讲哦，甲你破掉要甲你回死的，结果你这么歹，讲话这么大声，你是个查甫囡仔哦，都无大方嘞。这是态度的问题，方才你甲我破掉的时阵，应该甲我回死的，你连回都无回回，你讲的理由甲借口，讲的不是故意的。哦，你讲给我机会讲话，我甲你破落去，那我哦要甲你回死的时阵，你就一直骂一直骂。嘿，你甲我破到规身躯，我煞袂生气，你今日自己话啦，啥？你看卖这么态度，无甲你破看卖个。这是有啥看看？问偌济五千尔，起来赔！我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啊！你给我破掉，你唔免赔我，敢唔给我花？啊，无真正啦！哎，你哪有话太高啊？这哦，我平常时逐天无伫咧饲，根本就金当当。就算讲哦，我贪拄食，你伫咧亲到伊，遐个水嘛无这么垃圾，你讲会伤害嘛？这水看袂到的，有真侪细菌，我来讲哦。你若唔赔我钱，唔给我赔回回啦哈！这东港我做啥代，拍开胃去！你哦，真正有够无男子的风度的，一个查甫囡仔，竟然对我一个查甫囡仔，都是这种的话，搁要叫人给我回起来哦！喂，你看也是有功夫的人嘞，你这么无才调，搁叫人给我回起来？好啦，我本意是讲我有功夫，你是个查甫囡仔，人要是我见无机呢，我是无咧惊你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你去领导的大人出来，那无这个人欺负，这个看单数。什么大事啊？你来这样吵吵闹闹。鬼鬼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尼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方才在这所在，不是故意要来相拍，是这庄囡仔吼，真无礼貌。在外面的所在，在泼这泰哥的水，给我泼到规身躯。搁要搞粉丝嘞，搁请我订无机，所以先是个假死一个。原来你说，和我输你，鬼鬼。师傅，你拄只啊，做大事就总叫，就爱讲粉丝嘞，为虾米？搁要直接甲人起冲突嘞？我都是条件要甲破掉的，伊根本都无我粉丝嘞，伊直直一直搞骂，你搁讲我唔是查某。好好好，用您不要再来清查。师傅，你拄仔同你讲，这查某囡仔叫做玫瑰，哪里又是色素？伊色白，哪里？伊跟我爹娘伫伊的身躯边，伊的爹娘不在伊的身躯边哦。我伫咧搜索找出我一个小妹。